爸爸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个诗人，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。起飞！接到这个信号以后，高兴的激动的要命，这就抓住了，真的，我们俩就抱头大哭了。温州气候咋样？我一出车，感觉有冷。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，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拍摄到这颗小行星的图像。它提升是干扰力。正常，太阳部门展开正常。特别漂亮，我们给爽不爽？爽。不下去，在那地方看，蜡烛完全不一样。火箭发射了。我一会儿看不下子路了，感觉没有。